家好，我是富裕乡生产图经理许思伦，今年参与了工业局中小型食品制造业数位转型计划，经由实验所的辅导，成功打入了生产配料系统及经营师表数位化。生产配料系统可由 ERP 汇入制订单，计算出每批配料的重量，就不需由人工进行计算，并可连接电子磅秤，达到配料的精秤及避免人为的错误。您在投料时需扫描条码及确认配料后才可进行投料，可避免投错配料。自如检视表数位化可串接追踪追溯系统，在进行追踪追溯时可正确又快速的查询并列印，可节省人工寻找表单的时间。最后感谢工业局给予机会让富裕乡参与的数位转型计划，也感谢实验所老师的辅导，让富裕乡优化了生产制造流程及智慧生产。